懒不懒乐，你看看听力都听世界棒棒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大小哥，来吧，今天咱们就用仓库当中这个夺宝卷子来给大家试一下，看到没有，有43个啊，43个，这是10连抽10连抽的，还有单抽的卷子，这里的两个单抽，来吧，先用两个单抽啊绝杀一下。好的，单抽没图啊，走你10连抽啊，一个行李哥，一个98K，一个影舞者脱光，哦，蹦蹦车加上衣加100浮士币，妈呀，开啊，武装集合套装，天啊，兄弟们，出来个粉色衣服，太牛了，继续出啊，雷霆战甲面罩，又来了一个粉色，你搁那爹啊，最后一发，哈哈，并没有绝杀啊，最后一发没有绝杀也非常好啊，我们不需要你绝杀，你就随便出就行了，想出什么啊就出什么，直接弄就完事了，对对对。然后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上层里面出来一个这个东西，这什么军团称号机器人非常狂，应该是手机吃鸡，然后军团的上层里面的东西都歇了，上层都歇了，军团感应卡特殊防卡，挺脏挺脏，你个老表，不过没啥用，说实话你再脏也没有用，为啥呢，因为你再脏你也脏不过我的啦，哎，对不对，兄弟们？你给了点，太脏了。好了，兄弟们，那这个废话咱们就不再多说了吧，好吧，兄弟们啊，这一期抽奖还是非常不错，出来个衣服，出来个面罩啊，我就实话告诉你们，这波天美又亏了。还有这个兑换中心啊，兑换中心这里有个98K，我就不再换。然后这个990，我们要1600分。刚才那个翻过脸。走，17个，快点儿开启，开启，出啊！又一个死神使者面罩，哈哈哈哈，看看兄弟们，黄金面具，妈呀，太帅了，我绝对那个老屌。其实我就是想要一个黄金面具和一个黄金这个 M16A4，还没出来啊，出来个面具，面具也 OK 对吧？面具也 OK 啊，出啥咱要啥，咱不挑。哈哈哈哈，好了，兄弟们，这回就到这里，咱们下回再见。